前阵子情人节，别人都在晒昂贵的礼物、晒恩爱，而我们这些单身狗就只能晒衣服、晒棉被、晒太阳、晒山、晒你娘。欢迎收看《各位各位系列》，我是戴德伍。哟吼！其实我这几个月看我的影片，其实我都有发现，我的眼皮，没错，这该是眼皮，我知道，很像长针眼，对不对？都睁不开，对不对 ？I know， 我爸 ，I can do。睁眼长太大颗，现在没办法完全睁开，好不好？我会努力把它睁开的 ，OK？ 不用提醒我眼睛长睁眼了，我没有 ，OK？ 只是它这个息肉有点多余，跟我这个人一样。那种三度的 IG 重办呢？去年吧，发生一个很荒唐的事情，被某个疯子微博删掉了，哈，害我这重办呢。2020，我失去太多东西了，被逼着做很多事，可怜。没关系，卷土重来，请大家追踪我的 IG， OK？ 我会常常 po 一些三度大战酸民的截图哦，记得去我的精选现实动态那边看。好了，那我们来看一下我们今天的梗文梗图吧。科学家发明了手环，只要穿戴者说出脏话，手环就会发出电击。台湾的游戏玩家，这边雷斯索尔啊，玩游戏的时候就是开发脏话的最好时机。你会常常在那时候听到不可思议的词汇，如果说脏话会下地狱，那应该会下1800层。我们看一个新物种，小白兔结合小橘猫变成，这猴子吗？你脸太衰了吧！这个PlayStation， 你好，我是 PlayStation 的虚拟助理，问一个问题就可以启用这项服务。有网友留言，我的 PSN 账号被封了，虚拟助理回答，笑死，请你不要那么人性化好吗？你人性化到我还以为是我朋友的假账号。我靠，这台车是怎样？亲爱的爸爸，柏林真的太美好了，大家都很友善，我也喜欢这个地方。但是爸爸，我感到有些羞愧。当老师同学都搭火车上学的时候，只有一个人开着纯金法拉利599 GTP 去学校，纯金的，纯金的 ，Oh my god！ 贫穷限制了我的想象，有钱人的生活我无法想象。爸爸回了，我的宝贝儿子，2000万美金已经转到你的户头了，请不要再丢家里的脸，快去帮自己买台火车吧。其实也不用太羡慕别人了，我们现在直接去投胎，应该有个1%的机会可以当个阿拉伯人或杜拜人吧。我老婆抱怨我回了她的生日，笑死！我根本不知道她什么时候生日。没关系，兄弟，今天就是你的忌日啊！阿星生鱼片分店在外面逛了好久，生鱼片还是要钱。业主回复，所以你希望逛多久吃生鱼片才不用钱？你再逛久一点，等到生鱼片过期的时候，你就可以跟业主乞讨了。另外一个网友留言，没有披萨。业主回复，不好意思，我们这是海产店。你不要逼我再拍一集护国神回复哦，欠拍哎！从小的时候，自有记忆以来，妈妈就告诉我，你爸爸在很远很远的外国工作，所以没办法回家。我从小就是个聪明的孩子，所以大家已经猜到爸爸不是早就离开人世，不然就是在监狱里面蹲。然而几年后，爸爸终于回来了，他真的是一个人在国外工作而已。等一下，你确定那是你爸吗？你确定那不是你继父、邻居？讯息，老爸说快回来，我买一台车给你，哇哦，太棒了，老爸。老妈说再回家，我煮你最爱吃的，老妈的菜。老妹说哥别回来，爸爸发现你偷藏了香烟啊，真的欠亲哎，来妹老妹亲一个。我打算待在家里跟我男友一起看一部好看的电影，有没有人可以介绍我一个好男友？前阵子白了情人节，想要去看电影，其实女朋友是看电影的时候会附赠，还是要自己去买？一个女生传了一个语音信息，40秒。她说：“你能理解这种感觉吗？”我能理解你的感觉，真的很夸张哎！你理解你妈了，我发挥率是空白的，干！再给我敷衍啊！大家学会了吗？以后就这一招 ，P 图啊！可不可以帮我跟右边那个女生 P 成青梅竹马的感觉啊 ？What？ 估计你的是泰国的青梅竹马。哇，玩 game 的梗图哎，这是圣剑士早期的时候，段考考完了耶，我们来做点疯狂的事吧。好啊，要做考试前都没做过的事，那我们来读书吧。我也想要做一些平时不会做的事，大家来打扫吧。原po，昨天我跟我老公吵架，我叫他收拾他的东西滚出家，结果他把我抱了起来走了出去，这不是我要的结局，结局应该是走出去以后两个都被车撞死了。哎，再见啦，狗男女。TCPB 局长室贴文：无限拦车篇，紧之呼吸，恶之行，就撤路肩，滚！一个男生的朋友跟他女友吵了大架，想说要买一条项链给她，求她原谅，但又不知道女友脖子多粗，于是就趁着半夜拿条绳子量了一下，结果女友醒了。来来来，这个我要示范一下。
来看新物种啊，超罕见的黑色袋鼠。这个是刷地哦告香，抱歉，它很烂。有点暑假，妈妈把我的游戏机藏在书包里，就害得我一整个暑假都没玩到。这老妈太聪明了吧？如果交了一个不玩游戏女友，那我应该会用 Steam 账户来偷情。我见过很多世面，但我从未看过边抽烟还边用自拍棒的车，牛逼啊！只是我建议你的自拍棒用右手拿，比较不会那么 K。女生说：“你平时代步工具是什么啊？”大牛。我靠 ，Lamborghini 吗？真的是大牛？觉得你的 GoPro 怎样？其实这交通工具不错啊，水陆两用哎。您好，在吗？您好，你看我的鞋好不好看？我没看到你的鞋，没看到，那你还不给他出货？哇，这招学起来，嘴爆那些卖家。诚实游戏，其他一个对方还不知道的秘密。男生说我有不孕症，女生说你要当爸爸了。有一束光，那瞬间是什么？你的字眼，你的世界。我想要买的，我大马的这个标志性大楼，我的预算玉米笋太像了吧？以后去马来西亚玩的话，看到就饿了。好，来一组主图，我的学长帅，我的学弟可爱，我们班男生。丝袜是权力的象征，女人穿了就可以征服男人，男人戴了可以征服银行。这个年代应该没有人在丝袜套头抢银行了吧？到家了吗？到家啦！谢谢你今晚很开心，你可以提一个很过分的要求，把今天花的钱给我。老兄，你也太过分了，过分到让我崇拜。微微想到我们那个陈谢微微学长学长，所以明天有空吗？没有，要找你代班啦。有空啊，哪次没空？帮我代班可以吗？这位妹妹，你有没有被我的拖鞋刷过牙？看防水袜，你要怎么洗他们？防水水，再给我讲干话试试看。土豆的作品，大哥没有输，大哥输了。土豆真的太有创意了。小明在三十岁那年失聪，亲友都纷纷劝他去就医，以免耽误治疗。可是他就是听不进去。小明如此的固执，就连他失明的弟弟也看不下去了。有一天，聋子听到哑巴说瞎子看到鬼。吓得靴子都跑起来了。高中同学会，大家都喝多了，忽然有人建议玩安全之吻，就是隔着一层保鲜膜接吻。正进行到一半，一个女同学老公忽然过来，看了之后很生气，不同意让自己老婆玩。这时候，猫猫一个同学起身说：“这都什么时代了，还有隔着一层保鲜膜啊？这是安全之吻呢。”只听女同学老公回说：“那你把你老婆找来，我戴个套子，我跟来个安全之炮，然后大家都再也没有办同学会了。”太有道理了。来看一个狗血的偶像剧哦，虽然现在我买不起戒指，然后把它戴上了什么东西？入胎。好烫啊！导演、编剧，给我出来！你有没有被卤蛋塞过？接下来给大家看一组组图，好，这应该是小学生练习写字吧？好，第一个六，这第二行已经变苹果是怎样？然后后面变滑鼠，然后后面变成 B， 我仿佛看到了音符。然后第二张九，九那么简单，第二行已经变成放大镜是怎样？然后第五行变成棒棒糖，就已经变成花了。Hello， 这是新色花海是不是？啊，罚写八，八应该就没问题了吧？第三行你的八已经快睡着了，第七行你的八已经扑街了，然后最后一行八已经变金虫是怎样？再接下来刀字，第三行已经变成派了。Hello， 这是国文课，请不要把数学东西搬到这边。然后第五行开始，他派已经开始走路了。好，最后一行他派已经跑起来了，没救了。好大哦，前四行都很正常，第四行最后一个字是怎样？请问那个是派又出来了吗？是吧？派多了一点，是不是？然后这个派又开始跑起来了，他跑得非常的辛苦，跑得非常激烈。最后一行到第二字，他已经拐到了，你看他脚，两只脚都朝一边了，可怜呐、啊。来罚写七，第一行非常正常，第二行也很正常，写完了。相较刚刚前面的同学，这位同学未来大有成就啊！好了，最后我们来看一下土豆的作品啊，南投的七个小知识。首先第一页，南投的购物天堂就是家乐福，是这样吗？南投人谁敢说家乐福坏话，我就跟他拼命。土豆应该是南投人吧？感觉他很了解。所有环岛难道都被跳过？刚好南投是全台湾的正中间啊，比台中还要更中。南投的火车只是装饰用，我们有火车中心吗？有啦，吉吉线。啊，你会搭吗？不会，我好像也没搭过哎。我有去吉吉那边体验地震。模拟那个还蛮有趣的，因为九二一大地震的时候，镇央在南投，愿亡者安息。好，下一张，南投跟其他投并没有关系，南投不在北投下面好吗？南投姐是在你们那边吧？那是台南，而且是林投姐。但林投姐是谁？不好意思，我乡巴佬，我还不知道这个梗。南投地区冷笑话倒是很多。哎、欸，你住哪里？我住水里，我住鱼池。哦呀，幽默啊，我不就住陆地。南投还有个笑话，你知道打篮球不能在什么地区吗？南投，因为会很南投。南投。
好了，不好笑，下一个。南投是唯一没有靠海的县市，你知道吗？出了这个县市就看到海哦。哒，这个画面都是进击的巨人啊！看地图真的哎，南投刚好是正中间，每个县市都有靠海，就只有南投没有，边缘啊，南投。OK， 大家可以在下面留言，看看自己的县市有什么特别有趣的地方。如果大家留言非常踊跃、非常有趣的话，我会专门拍一集，专门来看大家分享的各个地区的冷知识。大家请踊跃留言，好好的想一想你们家乡有什么可以讲的吧。那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